你让我做咩啊？。融合堂，老板高兴，今晚派米，攞得几多得几多，每人一次，只准用一只手，嚟啊！一只手啊！上洋学堂还是您懂的好。是。陈社长，咁夜嘅，老爷喺入边等你啊，请。这是子承父业，这是崇光将来肯定是香港头一个华人大班的。是啊，美利坚何老大。喂，攞咁多包？攞几包？不是说了一只手吗？天台捉贼了。一、二、三，不错，就是辫子有点怪。礼物呢？缅甸华侨富商邓友林，这是香港警察司的史密夫先生，这是我们华人的骄傲啊！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孙文要来了。你又要多少钱？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吗？玉堂，孙先生这次来就是要跟同盟会十三省的代表会面，希望把几十股分散的力量扭成一股绳，筹划明年后年大后年的起义，不在一个地方，而希望在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云南几个省同时发动。
哎，云南的李志一，广东的徐雪秋，还有山东的徐静心，哎，湖北的刘静安，他们都会派代表到香港来跟孙先生共商大计。哎，黄兴跟宋教仁他们也会来。你看，革命之火快要成为谣言之事了，到时候整个中国就会地动山摇，一个崭新的世界快要来了。玉堂，你想想看，这么伟大的行动发源地就在我们这里，而你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啊。多少？3000港元。意思意思多呀，让我想想办法。每人两毫子同埋一盒龙酥糖。系，谢太太。妈，唔好做啊，细路，做啊捉住你埋啊，知唔知啊？多你，妈妈，时间已经确定，15号上午9点，孙先生在天星码头上岸。我要知道清廷杀手的部署，哪个领队，几多人？我们在广州的同志已经全力打听紧，孙先生这次回来将会很危险，清廷一定会孤注一掷。在香港我只能依靠你呢班军人，我哋终于等到呢一日啦！6年前，我带兵攻打八国联军，夹击收场，被清廷通缉追捕。我带领300多个兄弟逃离肇庆，今日剩低30多人。清廷不灭，我哋永远要背负叛将嘅骂名。将军，拜托你啦！各位兄弟，我哋机会嚟啦！4日之后，我哋舍命一搏，一定要洗脱骂名。阿女，入去瞓觉。点解我哋要走嚟香港？点解阿亮要死啊？点解其他细路有书读，但系我冇啊？6年啦，住个甚大地方，几经辛苦先至安顿落嚟，你又要走？走，系为咗翻老家，翻到肇庆老家，以后都唔走。呢个说话我听过好多次，你呃人。接到朝廷命令的那天，我哭了。这是我这些年来卧薪尝胆、忍辱负重的回报。苍天有眼，今天终于给了我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是军人，诸位也是军人。军人当死于边野，何须马革裹尸？兄弟们，干了这杯酒！杀孙贼，报效朝廷！杀孙贼，报效朝廷！
去过边度？佢去咗李玉堂屋企，然后去咗高星戏院。多谢。我听说你爱赌，爱赌是好事啊。有喜好就会执着，有执着就会不顾一切。我喜欢你这样的人。有事即管揾我，我咩都做。重阳哥，天光啦，我要闩门啦。最后铺啦，嗱嗱声讲咁多嘢，我就唔信邪。啊，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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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得啦！哎呀，你仲唔知道？好，开啊，杀！啊，收工。最后铺。副警长，人呢？在书房呢，饭菜都送过去了。吃饭地儿在哪儿？你脸上教我五十三个字，少爷功课很忙。你想读书？是啊。回头我让谭九给你找个先生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你见过这女人吗？人家都说她败了家业，弄成这个样子都是为了这个女人。跟我走。
王国奴，走，走，我不做王国奴。你也要造反呐！上一世打人呢？打了！躲开！躲开！陈老板，我儿子上街游行时被搞攻坚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跟你有没有关系？你送了这种书，你想让他干什么呀？他是我儿子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四十岁才有这么一个儿子。这两本是我送他的，这两本是送你的。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，我就有言在先，只出钱不出力，这些年出了多少钱，哎，我就不跟你算了。你现在把我儿子也拉进来了，啊？你知道警察司史密夫跟我说什么吗？清廷派了杀手，还有枪。这些你跟我说过吗？你给我提过吗？我是商人，我儿子将来也是商人。你是革命党，从你为革命捐出第一分钱的那天起，你就已经是革命党。让我教穷光西学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投资革命也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从来没人逼你。你认为是对的事情，你儿子为什么不能做？你疯了！我最后跟你说一遍，我这把年纪了，是不是革命党我不在乎，但是我儿子绝对不能是。废物，等你成晚。今天晚上的事你安排好了？我保证戏院一定不会有警察。方将军，广州有消息啊！带兵嗰个系严孝国，佢已经到咗香港，佢而家喺九龙城寨啊！太迟啦！保护陈社长。
陈社长，玉堂无兄，与君山十八载有约。少白始终视兄为高友，今日兄台分闷如斯，少白惴惴不安，行不吊影。此番孙先生赴港， 意义重大，满清必派杀手行刺，垂死一搏。少白隐约有不祥之兆，故有一事恳请。若遇不测，兄台务必替吾完成使命。中国之希望在于孙先生，中国之未来在于孙先生。中国也只有一个孙先生。 小白叩首，鞠躬尽瘁。黑人，全部上来！全部同志上来！ 警察司有令，拿封报刊，回收所有报纸以及兵器，即时执行。副官，副官，你到底报咩？副官，警察司到。
诸位的朋友，我已经提醒过你了，有些事能碰，有些事是碰着能碰着。这打伤我的人，砸坏我的机器，你居然还假惺惺的说是我的朋友。金政府会不惜任何代价除掉孙文，我的英国老板已经下令不许插手后天的事情，谁娶谁死，你可别忘了你是生意人了。你也别忘了你是中国人。红了，你个同你好嘢，中国人报散布宣文，你讲消息煽动学生上街游行，呢度系一个管治嘅地方，我要你马上删除个报官。昨天晚上西园三十几个人被杀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陈少白失踪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，你这个警察司是干什么吃的？好，好，我就嚟话俾你听，我系嚟封你嘅报官嘅，封！你敢？我话封就封，封！住开！机器坏了，有拉完克，有收起，积极宣传，全体上来干什么去？这个老头是谁啊？我爹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们不能各自为战，必须有统一的规划，集合社会各界力量，拧成一股绳。孙先生这次来，就是把全国几十股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，策划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起义，到那时，革命之火就会成燎原之势。整个中国都会地动山摇，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要到了。这么伟大的行动发源地就在我们这儿，我们报社，我们都是其中一份子，请大家相信我李玉堂一定会领着你们保护好孙先生。想起去保护一个人，
把最危险的地方交给我。刘公子，你就不想知道你保护的是谁？李老板，男人爱女人有错吗？天下你那么多女人，为什么偏偏是你父亲的女人？臭豆腐。臭豆腐。臭豆腐。兄弟，浩俊的功夫，我见过你，李大侠，我还吃过你们家的米呢。哦，来来来来，李大侠今天在报馆大骂那个假洋鬼子，真解气。我王凤敏最恨这些欺软怕硬的人。这位兄弟，爱憎分明，李某也很佩服。那李大侠以后有这种事也叫上我，我会垫拳脚。站在那身边也能够壮壮声势。好啊，后天怎么样？后天啊，打谁？是打洋人吗？打坏人。好。关系都冇，我请你唔好再嚟打搅我嘅家人，唔好再嚟扰乱我嘅生活。干完未？老板，算我一个吧。我从小跟人打架，开山刀我也躲过，没什么可怕的。阿四，后天的事情很危险。老板平安就好。老板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我喜欢打游击的纯三年了，可我胆子小，过些日子你能帮我提亲吗？阿四，
掉头。去哪儿？大有记。知道。影相啊，老板！我给阿春姑娘提亲来了。阿四，来，这是阿四，在金陵园干了十多年，厚道、老实，又觉得疼人。接着定金，你先拿着，日后再派人送来。别开玩笑吧，李老板。别的我不敢保证，阿成姑娘到我金陵园来，我一定把她当亲闺女看待。您进来再说。顺啦，斟茶俾你老板啦。你给送上来，具体怎么安排？多大礼？李老板，李老板。啊，行。一、二、三。老爷爷，父亲。人呢？外头不太平，这两天就别出门了，好吗？嗯，吃饭，吃饭。说话，您的肠胃不好，先生很是担心的。
这是您最爱喝的汾酒，学生特地从山西给您带来了。吃饱了，好送我上路。怎么会呢？您是我的授业恩师，学生谨记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您终于开口说话了。 既是恩师，你应该放我出去。放你出去好过捣乱呢。严小国，你还记得你毕业的时候我给你的评语吗？功课优秀，头脑愚蠢，一介莽夫，难为大才。 先生错怪学生了。你以为我是鹰犬，只懂得对朝廷毕恭毕敬、唯命是从？学生不是。学生斗胆问一句：国家受尽欺辱，可是最终洋鬼子给了你们什么？除了连年的战乱。 除了百姓民不聊生之外，还有什么？天赋人权，人人生而平等。可为什么有人天生就是主子，而且还冠以天子之名，而其他人生下来就得成奴才？皇权乃天赐，从来如此。嘿，所以才要改变，所以才要建立民主的中国。孝国，亏你接受的还是西式的教育。 你根本不愿意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很大，比你想象中的大多了。学生正因为受过西式教育，才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洋人全都是狼子野心，就凭你们几个开个会游个行就能救中国？先生，您是个教书匠，干不了大事。 见血就晕，这是您的老毛病了吧？这就是你们的胆量。如若让你们成功了，国家必亡。我不杀你。 我想找你要100大洋，葬了我爹他们。拿钱。是。我饿了。先饭。哎，好。我想见见你那个朋友。 我爹是因为他而死的。你爹死的时候，我的朋友也失踪了。他去找你爹帮忙。我爹做什么，就做什么。明天上午9点，孙先生上岸。天星码头起码上千人，这可是十面埋伏。 苦力、商人、旅客、平民鱼龙混杂，杀手必藏匿其中，大家务必步步为营。不过，码头上的大头绿衣是我们最好的防护，而且洋人很多，对方不敢明目张胆。老板，都是我的兄弟，比我跑得快。一个我明。 必须有一个人在楼上打气。过来。
在楼顶把风。我们明天的路线是抚顺文社、孙卜家，最后是日播社，这里要分外注意的三个地方。明白。我们人手有限，从黄河大道到抚顺文社，主力靠你们俩，一前一后保护。记住，寸步不离。昨天谭九跟我说，皇后大道有三间店铺在同一天租出去了，至于租给什么人不清楚，所以经过这儿和这儿这儿的时候，快速通过，不能停留。This morning, Sir Matthew expressed his concerns regarding the arrival of a certain distinguished Chinese gentleman tomorrow. Matters beyond Queen's Road are of no concern to us. Keep one eye open, close the other. Yes, sir.请大人恕罪，我等来迟了。请大人恕罪。你知唔知道听日要保护嘅系咩人啊？最紧要老板平安。呢本书系嗰个人写噶，小爷好中意睇噶，你读俾我听啊。好啊。我年轻时学医，后弃医从政，立誓颠覆满清，造福国人。离开香港时，母亲大人眼见我常年奔波，心痛归劝。革命的目的在于救人，行医的目的也是救人，同时救人，何必东奔西跑？我说。母亲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行医只能救助很少的人，而革命却能够救中国的亿万大众。260年亡国之痛，2000余年专制之祸，中国睡梦之深，满清政府腐败不堪，恰如江河日下。如此黑暗的政府，只能带给人民灾难和罪恶，连绵不绝。今日革命风潮已经兴盛，人民思想逐步开通，我们当鼓起勇气，乘此良机，推翻满清政府，建立真正的人民之国。革命者革之以命，以吾人数10年必死之生命，立国家10000年人民之幸福，其价值之重可知，屡败屡起，百折不馁。其悲其难其痛，为了千千万万的百姓不再水深火热，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不再背井离乡。Thank you.
当年我被少林寺赶出来，一路往南走，到了莆田南少林，接着往南走，到了香港，不能再走了，再走就掉进大海了。送俾你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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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
其实我这辈子没有真正打过一场架，我还不知道我的功夫管不管用。不过明天打完以后，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到少林寺。你别走啊，过了明天我成亲了。真的？嗯，所以你得来啊。好。方桂良，你都来啊。过了明天我就带爹回肇庆，哪里都不去。开饭啊，开饭啊。老爷，老爷，史密夫派人送来的。刘公子，我早就不是什么刘公子了。我爹临死前跟我说，做人做生意一样凭良心。可是明天李玉堂是个大骗子。你知道人生最苦是什么吗？是看着最爱的人因自己而死。爱上了不该爱的女人，老夫气死，女人也在我面前了断了自己，每天像鬼一样，每天惩罚自己，人生最苦莫过于此。为一个女人值吗？为明天的事儿，值吗？谢谢你，李老板。
杨玉白明天可以解脱了。累死呀，累什么？嚟揾你帮个忙。讲笑嘛，我何得闲都帮你啊，四姨太。你一定要帮我。好，话晒大家同台四棍八年，我帮你。有冇钱啊？听日帮我去保护一个人，只要佢平安，你要几多我俾几多。边个啊？有钱有商量。李玉堂，有冇搞错啊嘛？你话我保护你契家佬？沈重阳，唔该你，我即刻。你呢一世可唔可以做翻件有尊严嘅事啊？走啊！你一定要去。走啊！佢系你个女嘅爸爸。你知唔知道你仲有个女啊？我跟咗你八年，你倒足八年，我有冇离开过你啊？我有冇贪图过荣华富贵啊？我冇啊！我拣咗你呢个烂赌鬼，系我自己倒霉，系我自己傻。但系我有咗身纪，我有咗你嘅骨肉，我唔可以俾个女同我一齐折堕啊！我要找一个可以照顾到他的爸爸，一个有担大的父亲。你过来啊，过来啊。弟弟，你的女儿就在下面，你说等她大过之后，我怎样跟他说他的爸爸是一个怎样的人。如果你听日肯去，等他长大之后，我会告诉他，他爸爸叫做沈重阳。
走了。枪呢？昨日我叫你翻差馆偷枪，枪呢？钱啊，钱啊，钱啊！我俾晒你，你个废物！孙文的安全，我要给他找个替身。你要把他们当诱饵？敌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这是没办法的办法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孙文多久没回家了？你以为他想别人带他看母亲吗？他放弃了。革命不是光掏点钱，印个报纸，发发传单。李玉堂，革命是要流血，是要玩命的，是要牺牲的。从我跟随孙文那天起，我不知道死了多少回，可是我每天还是准备要牺牲。革命就是用我们这一代的牺牲来换取崇光他们那一代的幸福。够了。我只是个生意人，抽到签的人听日就会成为孙先生的替身，同我走最后的一段路。这一段路无论要牺牲多少人，我们都要坚持一个小时。我们坚持得越耐，孙先生就有更多的时间同十三省的代表筹划我们的武装起义。这一个小时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希望。谁抽到啊？是谁？
当啊！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刘玉堂的儿子吗？你不懂，我答应过你父亲，绝不把你卷进来。陈叔叔，革命是历史的潮流，整个中国都被卷进来了，我能避免吗？你还懂极啊，独子。我们革命的目的不就是反对封建旧礼教吗？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让人人平等吗？我不能死，他们能吗？如果因为我是刘玉堂的儿子，你要重新抽签，那你自己跟他们说，你告诉他们。琼华，我过不了自己，将军，枪带来了。清楚明天的任务吗？清楚。谢谢，谢谢。明天就用洋鬼子这玩意儿灭了孙贼。Thank you.
走呢？说老爷今儿不去啊。谁动我的怀表了？
你走啊，你快走啊，进来，你在这干，进来，进来，死！少爷不能去。你在说什么？少爷不能去。你知道今天有多重要吗？你知道我们为了今天做了多少准备，死了多少人呢？不知道。死，这是国家大事，是国家大事，少爷不能，知道吗？不管，我不管，知道吗？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不要。现在是9:59，我们10:00出发。让孙先生可以安全离开。现在是9:59，30秒。阿斯，你会跟我走完最后一个小时吗？还有15秒。让我活了17年，就是在等这一个小时。不要，不要去！求你不要去！56、57、58、59，啊，死走啊，走啊！少爷。上次要闭上眼，梦到的全是阿传。我闭上眼，是中国的明天。
前面一人冇喐，全部落车。前面嘅人落车。阿九，阿九，唔关我哋事噶。真系。阿九，呢度嘅事系咪你哋做噶？我哋做噶，我哋只不过系过路。我叫你哋企好。系。你两个翻去。唔得，呢条街系我哋负责噶。我叫你两个走啊！冇长官命令，我哋唔可以走。诶。什么样的人回来，居然让他混在我们当中。干掉他，蠢货废物。你想造反啊？啊，你还是香港，是大英帝国的香港，给我包围他们。香港你最驾驶啦，你梗系未试过俾咁多警察压住游街嗰种滋味咧。我今日就俾你尝试下。行啦，廖堂，行啦，嚟行啦。中后全香港都没有警察了，老板命令我们全部都要撤。他说中国人的事就由中国人来管，只有一段路，我能送多远就送多远。
啊啊啊啊啊啊也谢谢你父亲。
撑唔住啦，大家落地道啊！Thank you.
正式开花，以分散敌军的兵力。再次讨论何为革命，当时我说，革命就是为了40,000,000同胞人人有行业，不提饥不耗寒。10年过去了，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，我从他乡漂泊重临，革命两字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。今天再道何为革命，我会说，
欲求文明之幸福，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。这痛苦就叫做革命。孙文，白谢。奉旨诛杀孙贼。李少国，不要，不要，啊，完了，完了，宣文走了，报效朝廷，诛杀孙贼。宣文走了。报效朝廷，诛杀孙贼。
Thank you.